大家可唔可以散一散先？現場咧就見到咧，你有冇談判專家或者調解員啊？沙田區利安嘅，實在太嘈啦！你拎支麥落嚟啦，一係你咁多啦，行落嚟咪聽得咯。我想問下，全部靜息。我想問下，我後邊已經係完全安靜噶啦，一個人都冇講嘢啊。係啦，而家靜咗啦，我一直都係靜咗啊。我就係想問，有冇談判專家？有冇調解員？係，你可以同我，我係呢個今晚嘅代表，你可以同我講。你完全唔適合做談判專家啊 ，Sir！ 唔緊要嘅，我都希望咧，即係攞。嗱，我係一個調解員，我而家就想調解。靜一靜，唔該大家好唔好？咁啊，沙田利安區區議員，可唔可以大家靜下？我求下大家，亦都係註冊社工。咁啊，麥潤培咧就上次，我求下你哋樓上唔好講住好唔好？警員溝通，我講完，咁佢你哋繼續發表好唔好？咁佢勸喻咧樓上，多謝，因為唔想俾藉口警察話你哋嘈，我哋都係馬鞍山街坊，我唔想俾藉口你哋。嗱，警隊，我哋呢度全部人。尊重你哋，我都想你哋尊重翻我哋，大家公道啲。尊重好啊，好唔好？好，非常好。但系而家可唔可以熄咗嗰盏灯？因为我太残，我睇唔到嘢。係啊，而家閃咗係得啦，係。OK。好，聽住。阿 Sir， 好簡單啫。有進步啊！幾個訴求，我就想你哋回答我哋。我想問一下，響新
港城被捕的人士，即是那五名保安，现在是不是已经离开了马鞍山警署？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他们已经没有识外出了，不在马鞍山警署。第二，我想问一下，他们是犯了什么的条例，导致到你们要他保释外出？这个呢，因为我不是在马鞍山警署工作，我可以问一下。我给时间你问，我给时间你问，好不好？大家安静。警方那位就不是马鞍山的警员来的。不是，不是沟通，是大家收声了。我咁啱啱現場消息就指啦，其實嗰五名嘅保安已經保釋外出㗎啦。咁啊，呢位嗌麥嘅警員咧就向麥潤培區議員咧就講咗咧，新港城中心嘅保安員就已經係保釋離開咗。大家收聲啦！馬鞍山警署。好啦，而家大家就咁第二條問題就係話佢哋究竟犯咗咩條例咧？咁現場嘅警員就話佢唔係不嬲喺馬鞍山工作，佢要問下，佢要問下，佢要問下。有同事答咗我啦，係點樣啊？唔係，我想答你第二個問題，係咪？好啦，咁啊有同事答咗我，咁佢哋咧暫時咧係拘捕佢哋一個罪名咧，就係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嘅。即係阻差辦公。即係咪阻差辦公？如果我哋簡稱可以咁講嘅，可以咁理解。幾多男？幾多女？哇！你我覺得咧，如果你想即係呢啲咁嘅問題咧，你又要俾啲時間我。冇問題。喂，咁啊嗱，你又話好多訴求。咁早前其實根據報道傳媒咧，傳媒嘅報道係三男兩女，但係今日認為要就想去 clarify 呢樣嘢。我都想回復社會安寧啊，但係大家要一人一步啊，你都唔讓步，我點讓步啫？係，我而家都係希望即係大家有溝通啦，可以。而家溝緊㗎啦，你答咗我問題先啦。冇啊冇啊，你唔係我都話我幫你 check 緊啦，頭先我都幫你做咗，即係問咗，即刻會答你。我係馬潤培啦，沙田里安區區議員同埋註冊社工馬潤培啦，就連續問咗警員啦幾個問題，咁警員咧答到就即刻答，答唔到亦都話表示會 check 下，咁啊提供一個答案俾馬潤培嘅。幫幫手，我哋係最文明、最乖嘅馬鞍山之友，我哋就聽佢發一封，由佢講，我哋唔好講粗口住，等佢答唔到我哋，你哋中意講乜都得，好唔好？嗱，佢哋聽曬講嘢㗎啦。五名嘅保安已經保釋㗎啦。不好意思，你既然講到咧，我就再講一樣嘢啦。頭先我正正就見到你哋好多嘅警務人員咧，係對住市民講粗口，同埋講啲不文嘅説話。這個咧，你哋要做好榜樣，我哋馬鞍山街坊都會做好榜樣。我講完啦。咁咧，有警員就話麥潤培咧勸喻馬鞍山居民咧就唔好講粗口咁啊。靜啲。警員就話呢個好好嘅，因為話有啲居民可能好細個，咁都要唔講粗口係好。佢哋係咪而家已經係保釋咗出去 ？OK， 好，最後一個訴求。嗱，解散警隊係市民嘅聲音啊，但係唔係我嘅聲音啊。我而家好公道同你哋講，嗱，而家可唔可以？而家我哋所有嘅市民。已經咧係散得七七八八，你哋唔好再派警車過嚟恐嚇我哋市民得唔得？因為而家市民已經係驚警察，已經係對你哋失望，對你哋冇信心。你哋一出嚟就
就會有催淚煙，影響樓上嘅街坊。我想問一下，如果呢段時間所有嘅居民已經咧係知道五位被捕人士散開，如果佢哋而家想走，你哋俾唔俾時間佢哋走，定係夾硬攞幾粒催淚彈嚟強迫佢哋走？好，我完全聽到你。唔使誤會啦，你錯我會同你講噶啦，你識唔識調解噶？我一路都勸住你哋，而家離開咧係絕對可以離開嘅，你絕對有權去知道。居民啦，你搬走啦！阿 Sir， 而家佢哋想走，但係你哋派緊警車嗰邊落緊警隊過嚟喎。食緊飯啊！你而家。咁啊！呢邊就係嗌咪嘅警員就身處馬山警署。你唔使理佢哋啦，你理咗我哋呢度先啦。在場人士，咁我哋可以和平咁樣散開噶。你唔係街坊啊，你都唔熟馬鞍山。唔該曬，我要講嘅講完啦。好，麥潤培咧就表示，知唔知點解我可以勸喻到啊？係因為我有禮貌啊，你哋冇禮貌啊！麥潤培就表示佢有禮貌，竟然冇禮貌，所以佢能夠勸喻。係因為你哋警隊落過嚟爆粗鬧我哋啲市民啊！哇！我哋啲市民係臭雞啊！前面咧，有啲人士啊，又希望你都勸住佢上嚟。誒，執翻啲嘢走啦！所就係咁簡單，好唔好？你有壓力，我有壓力，你唔挑引我，我哋唔挑引你哋，就係咁簡單。你都好有禮貌啦，和平咁樣同你對話噶嘛。但係你哋好冇禮貌啊嘛！嗱，你都話咧，你好有禮貌啦，我都話你都講得好有禮貌啦。OK， 得噶啦，而家我哋收到噶啦，啊，感謝你哋嚇。你哋而家居民咧，市民啊，聚集嘅人士可以收聲先，你喺度講，同佢哋講緊嘢啊。係。如果你哋係唔滿意我頭先同你哋講嘅咧，你哋可以繼續留低。若果你哋係滿意警方嘅答案，你哋可以和平散去。我唔係咩和理非，我係一個普通嘅社工，我淨係想大家咧係今日唔好食催淚煙，好冇？我喺呢度希望大家可以尊重一下我哋，多謝曬大家。如果你哋散嘅，你哋而家可以散，因為我哋擔心一陣間警察又會放催淚煙，又會放速龍，又會放暴龍。我淨係想大家安全翻屋企，好唔好啊？好。阿麥仔好想大家安全翻屋企，希望大家可以安全翻屋企，好唔好？好。仲有幫幫手，如果見到有16歲以下嘅小朋友喺呢度，請你哋請佢離開，好唔好啊？好啦，大家而家中意散就散啦 ，OK？ 唔好講嘢住啊！仲有，嗱，佢哋靜曬啦，咁你哋都要靜噶啦嚇。係點樣啊？佢好難尊重到佢啊！麥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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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家好唔滿意警方答覆啦。我唔可以問佢哋名啊？咁樣要咩名？仔啊，重新講過嗰五個已經獲釋啦，即係保釋咗，同佢哋講個保釋。各位市民，我要喺度宣佈翻幾樣嘢嘅。第一，頭先嗰五
位嘅被捕保安，三男兩女，已經咧係完全咧係經律師嘅安排底下咧，已經係被保釋㗎啦。所以呢度大家放心，佢哋五位唔係響馬鞍山警署，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就係佢哋嘅罪名，就係話類似叫做阻差辦公。咁樣樣咧，咁啊呢樣嘢，既然佢有律師處理啦，咁我哋就倒不如就交俾律師，我哋信任我哋嘅律師團隊，好唔好？第三，佢哋承諾咗，如果大家係能夠和平散去，佢哋唔會派人，唔會出催淚煙，就係咁簡單。所以而家我喺度再次懇求大家，如果你哋見到有十六歲以下嘅小朋友喺附近嘅，請你哋咧請佢哋離開，好唔好啊？多謝曬咁多位。咁你問下對面啦，問下對面啊，咁佢哋點解要尋日要放催淚煙嗰啲啊？問下啫，好唔好啊？我哋講緊呢單嘢還呢單嘢啦，好唔好啊？即係一單還一單，錢都還一單啦。香港。咁啊，麥潤培咧就講完一啲，佢整合咗頭先同啊艾米警員溝通嘅一啲資訊，就俾後面嘅街坊知道咯。咁啊，街坊就表示可唔可以問多幾條問題咁啊？麥仔咧就表示咧就即係愛好麥仔嘅麥潤培議員啦，就啊即係表示一單還一單，就希望處理咗而家呢一單先。咁啊，好歡迎大家繼續啊收睇立場新聞直播啦！呢度係馬鞍山區，好多謝你繼續關心我哋嘅屋企香港。咁啊，麥潤培係沙田區利安嘅區議員啦，亦都係一位社工啦。咁啊，啱先咧，2015年應屆嘅區議會選舉咧，票數咧得票咧就3938，咁咧得票率咧有68.63%，咁咧就贏咗咧民建聯嘅羅帝孫，咁啊1767票嘅羅帝孫，咁啊30.79%。咁同區另外仲有一位參選者叫江卓偉，咁得票率就少於1%。咁言之，麥潤培咧都幾受利安區嘅人咧去去支持嘅，得票率有接近70%嘅。咁區選將至啦，咁麥潤培呢一屆嘅任期亦都將近尾聲，咁但係佢啱先亦都喺呢度即係作出調解啦。咁好，歡迎大家。OK， 咁啊，現場就又散咗啲人，咁但係樓上啊新港城中心啊新港城啦，即係先人屋苑新港城上面，亦都有啲年輕人繼續嗌落嚟嘅。咁我 recap 一次啦，各位立場新聞讀者觀眾大家好。咁剛才啦，沙田利安區應屆區議員亦都係一位社工，得票率接近70%嘅麥潤培咧，就上次同艾米嘅警員喺馬鞍山警署艾米嘅警員咧做一個溝通。咁咧溝通嘅內容咧就包括究竟琴日喺新港城中心被捕嘅保安係咪已經全部獲釋，同埋幾多男幾多女？咁啊，現場嘅警員就答覆咗啦，咁啊，全部已經保釋咗噶啦，咁啊，性別嗰度亦都有答到，咁啊，亦都佢希望啦嚇，佢係要求啦嚇，警員咧就應承，如果現場呢一度嘅市民咧和平散去咧，要俾時間俾佢哋走嚇，就唔好咧再射催淚彈。咁啊，現場警員咧亦都係答允嘅。咁啊，麥潤培咧就表示咧自己啦嚇，點解勸得掂啲街坊咧，就是、因為佢有禮貌，而警員就冇禮貌。咁佢亦都要求咧，艾米警員咧管理一下咧，警隊，因為佢聽到剛才咧有啲防暴警咧就講粗口啦，不文用語啦，即係佢麥潤培嘅講法。咁我亦都聽到咧，有防暴警咧一個鐘之前咧就鬧街坊係黑曱甴嘅，係啦咁樣。咁啊，麥仔似乎嚟咗呢邊。唔使啦，都係佢哋嗰啲都講翻。喂，你可以繼續啦。現場都有接近100個，有接近100人在聚集過。
咁啊，現場有啲討論就係話應否散啊，即係如果要散嘅話，亞景台嗰邊又即係聽唔到喎，咁樣有啲人咁樣講。我呢邊耀安村口啊，隔離就係新港城，咁啊隔住呢條馬鞍山路咧，就有呢個馬鞍山警署。好多謝大家繼續收睇呢個直播，好多謝大家繼續關心我哋嘅屋企香港。喂，屌你！咁啊，亞景台呢度亦都有人聚集，耀安村口咧亦都有。咁啊，嗰邊咧，新港城嗰邊咧，亦都有少量嘅人係未散嘅。咁我亦都唔敢散啦，住睇多陣先，睇多陣先。新港城呢邊咧就嗌得越嚟越犀利喎，咁啊亦都唱一啲諷刺警員、諷刺警隊嘅歌曲。呢邊嗌得越嚟越犀利喎！呢邊好啊！現場就見到眼仔衝鋒，大蛇領導。呢邊咧亦都話未有散嘅跡象㗎，其實。係啊，未有散嘅跡象呢邊，咁啊，亦都嗌緊繼續係諷刺警員啦，一啲諷刺警隊嘅口號。大上有家族有地位，飛去外國好容易，你哋班藍衫就要上微博圍爐取暖，正一傻招。啊！跌閘督察啊，傻現場你會聽到仲有一啲罵聲啊，咁啊現場亦都有人就選擇即係繼續喺度對警員就即係表達自己嘅意見啦，表達自己對警員嘅睇法啦，同埋引用一啲即係一啲高級啲嘅警員疑問，就相對簡單甚至回應成功咁嘅一啲例子去表示即係前線嘅警員就未必要咁賣力啦，所以現場嘅示威者就即係用呢個佢哋內部嘅一啲。可能出現的矛盾啦，去回應警員啦。
好，咁啊，繼續呢個我哋望住馬鞍山嘅警署咯。啊，呢個馬鞍山警署，你見到其實出邊就有好多水馬，咁就喺啊一段時間之前已經出現噶啦。咁如果你哋記得咧，其實喺八月初啦嚇，八月啊一號啊二號左右嘅時間咧，咁啊曾經亦都有好多市民啦或者示威者咧圍堵咧馬鞍山嘅警署。咁啊喺圍堵嘅事件第一日發生嘅時候咧，部分示威者就對馬鞍山警署就作出一啲破壞啦，包括係喺門口塗啊，可能係整爛啲啊呢個啊閉路電視啊。亦都對門前嘅一啲街磚啊等等，亦都會有動手腳啦。咁嗰日之後咧，就馬鞍山警署出面咧就設立咗一啲水馬嘅，係啦。咁亦都係近期第一次設立水馬啦。咁時至今日啦，咁今日我哋依然見到咧馬鞍山警署出面亦都有設立水馬。咁現場其實嗌嘅人同埋留守的一些穿黑色衫啊，或者是一些戴口罩的街坊啊，亦都越来越少的了。咁好多谢大家继续收看这个直播啦，好多谢大家继续关心我哋屋企香港。我哋今日亦都有同事喺觀塘辦事處附近就遭警員截查啦，係啦。係啊係啊，嗰日話我好記得喺馬鞍山亦都係同一啲防暴警出現過一啲口頭上嘅交流啦嚇。大家都記得嗰一晚啦，大概喺呢個位置就同防暴警啦嚇。嗰晚咧就呢度咧就曾經出現過防暴警嘅，喺我身處呢條單車徑，咁就有防暴警啦。咁啊，佢防暴警就向我查詢咗好多問題啦。咁啊，亦都有防暴警就即係可能根據我嘅外形啦，就對我取咗一啲稱號咁樣嘅。咁啊，亦都係看似好近，但係亦都好似好遠嘅八月嘅事情嚟㗎啦，已經係咁啊，大概喺單車徑呢個位置。亦都有警員去質疑我的拍攝手法啦，即係佢覺得我哋點解淨係影住防暴警而唔影住示威者咁？但其實佢第一啦，我冇需要同佢交代啦；第二就係佢唔知道啦，其實我全晚已經影咗好多示威者嘅圖啊、破壞啊等等嘅。咁但係就事過境遷啦，我亦都冇受傷，亦都冇被捕。好犀利啊！Hello。又回到最初的起點啊，算唔算咧？都唔算嘅。馬鞍山警署啦，就好多風風雨雨啦嚇，過去呢兩個幾月，咁啊亦都有一啲被捕人士嚟呢個位置，所以係有示威者嚟聲援啦，亦都有被破壞啦，亦都有設置水馬啦，亦都有非常著名嘅即係嗌咪嘅內容非常豐富嘅警員不停嘗試去勸喻示威者或者去警戒示威者啦，咁亦都有即係相對上好感言嘅區議員啦，頭先亦都係即係非常之大聲同埋好態度好嚴厲咁樣去同警員作出一啲溝通，
咁啊，呢度亦都有射過催淚彈啦、胡椒彈啦、啊、新港城嗰邊亦都有幾炮胡椒彈，大概喺兩個月之前。咁啊，亦都有射過催淚彈啦，係啊係啊。有冇催淚彈 ？Sorry， 我唔係好肯定，肯定有胡椒炮。有催淚彈係，好似有催淚彈，有催淚彈。麥俊培就呼籲，即係如果大家見到一啲年紀比較細嘅市民，一定要勸喻佢哋即刻翻屋企。係啦，十六歲以下為戒啦。咁頭先麥俊培都講過兩次嘅。先邊間？立場。立場，立場哥哥。可唔可以鬧啲？可唔可以講幾句鬧啲？辛苦曬。現場大大話話都有近百人啦，冇嘅六七十咁咯，有六七十人喺度。昨晚冇直播係咩？唔係啊！你今晚你又見我哋好多條啊，冇問題啊！我哋個 Facebook page 嗰度有個公告㗎，咁大家如果對於我哋係咪經營困難有個疑難嘅話咧，可以睇嗰個公告喎，就唔好誤信出面啲謠言啦。我哋呢幾個月都學識好多嘢要 fact check 啦。咁我哋Facebook page 有個置頂嘅貼文就有個公告嘅，大家可以去睇下。OK， 係啦，咁我講多次啦，大家如果對於我哋嘅經營情況有疑問嘅話咧，亦都想解答一啲網上留言是否真確咧，咁我哋個 Facebook page 上面有個置頂嘅貼文嘅，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咁啊我哋嘅編輯部寫得好仔細噶啦，已經。好多謝你繼續收睇呢個直播啦！好多謝大家繼續關心我哋嘅屋企香港。哇！呢度有隻八哥，一隻八哥。咩真係啊？你叫番薯？番薯。番薯哥。
好，咁啊，今日咧，曾經啦，馬鞍山一度氣氛緊張，咁去到呢一刻咧，氣氛就相對安定同埋安靜落嚟噶啦。咁啊，去到時間就差唔多十二點啦，咁啊，就快新的一天啦。咁啊，今天過去啦，咁啊，焦點就係馬鞍山啊，啱啱過去呢一日。咁啊，現場我身後亦都有啲 first aider 啦，嗰啲義務嘅 first aider 啦，行家依然都有啲喺度嘅。咁另外就話，仲有一啲著深色衫嘅示威者嘅街坊啊，或者係蒙面蒙得好犀利嘅年青人啊，蒙到即係蒙曬成個頭嗰只咁啊，都有。我埋埋都有40左右啦，呢度40左右啦，40左右啦。咁某程度上呢度個氣氛就已經散咗啲啦，但係極嚴格意義上就未散場嘅。白仔就我過去呢十分鐘，我望嚟望去就唔係好見到佢。如果見到佢嘅話咧，我可能都會爭取咧做一啲簡短嘅訪問啊。現場都有40-50有到㗎，呢度都係啊，都幾個聚集都散咯。呢度我方圓20米左右啦，我20米左右有幾十人喺度，我身後方圓20米到啦。哇！喺個耀安村啦，亦同埋呢個新港城，我成日爭啲港城新。港城中新港城同埋啊耀安村之間，新我成日生啲想講新都城、新都城、新港城、新都城、新都城喺寶林，新港城喺馬鞍山。咁啊，你哋網上嗰啲消息有警車出嚟啦。咁如果以我呢一刻喺現場嘅觀察咧，我就見唔到嘅，係啦。咁但係我見唔到，亦都唔代表冇啦。啊，咁啊如果真係有的話咧，我就會再同大家 update。但係一句，我喺現場嘅觀察就未有警車喺我方圓100米之內係準備出動嘅。當然我知道，咁我呢度呢個差館入邊，我認知上梗係知道入邊有警車啦。但我意思，我方圓100米啦。就冇一個出動狀態嘅警車嚟嘅。係啊，你哋啲我啲香港啲地名都好混淆啊，咁啊，係啦，新港城喺馬鞍山，新都城喺寶林，啊，東港城喺坑口，啊，東港場就喺觀塘，咁啊，海港城就喺尖沙咀，啊，中港城都喺尖沙咀。Thank you.
你好，你好，你好，系系系，唔好啦，唔好啦，真系唔好啦，真系唔好，停停停，唔系我好多好多，我唔得唔得唔得，好多好多，唔好啦，真系。嗰份你要唔要？啊，系系系。Thank you, thank you。Okay, 咁啊，呢一刻平靜咗都超過20分鐘噶啦。咁啊，一度氣氛緊張嘅馬鞍山就轉趨平靜啦。咁我身後有一啲年青人啊，漸漸散去，其中有兩名年青人啦。咁我身邊喺我身邊逗留一段時間，亦都有聊我傾偈，咁都決定散去啦。咁啊，天色開始越嚟越夜啦嚇。咁啊，身邊嘅有一啲年青人就單支咁樣一個人企喺度。好堅持企喺度，咁啊，亦都有一啲啊街坊啦，嚇著住拖鞋啊，牽住狗啊咁樣，咁亦都有一啲我認得係一啲非建制派嘅一啲議員助理喺度，亦都觀察住啊咁樣嘅，係啊，亦都有區議其他嘅區議員啦，係啦，咁啊，阿麥潤培啦，頭先發言最多麥潤培就唔喺呢一度噶啦，咁啊，好難戴口罩嘅，好難戴口罩。太子有嘢啊！太子有嘢啊！上面亦都有警車喎，咁有街坊咧同我講咧，佢哋見到咧呢啲路障咧，有的士咧都比較危險咁樣一下咁樣駛過，咁上面亦都見到有一啲我唔肯定係咪警車定消防車嚟嘅，總之一啲即係閃燈式咁樣啦。
咁啊，現場亦都真係越嚟越少人。少人噶啦，咁啊好多謝你繼續收睇呢個直播啦，好多謝你繼續關心我哋屋企香港。咁間或都有人嗌口號，但就唔頻密嘅。亞景台呢邊嘅人數就低過十噶啦，呢度已經。剛才也有幾聲的、叫口號，即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等呢就、響起了、啊、也有人回應的，挺大聲的、在我身後這個位置，耀安邨和這個新港城之間的位置。現場也有聽到一些關於二再的一些呼籲等等，但是就不多的，因為始終這裡的人都不多的了。這邊就似乎是一些消防員去清走一些路障。我們今天也有同事在觀塘被警員去搜袋和搜身，他已經表明是記者身份，所以即表示有頭盔或者等等的裝備在身體是很合理的，但警員就照舊就是搜身搜袋，期間警員也拒絕說自己的名字，也都表示我不需要給委任證給你看。咁我哋立場新聞有相關嘅報導同埋短片，咁大家可以咧就睇翻立場新聞嘅 Facebook page 啦。咁啊，現場消防員清走啲路障。咁啊，馬鞍山嗰位嗌咪內容好豐富嗰位阿 Sir 咧，其實同阿麥潤培區議員交流咗之後咧，就冇再出嚟嗌咪。消防車就入邊嘅消防員就清理咗咧馬鞍山路近恆安嗰一邊嘅一啲路障啦，咁
消防員上翻車之後就離開，咁啊消防車亦都駛走咗。咁啊馬鞍山路啦，就由恆安往烏溪沙方向一段嘅兩條行車線亦都正式通翻車啦。我少咗講嘢，我係咁講喎，黐線！我點會少咗講嘢啊？我不停提供資訊俾你哋。現場都是大概仲有30人等等喺度啦，30人等等。嘅示威人士就表示，即係走啦，聽日見咁樣。9點瞓覺，俾你諗到依家我翻工啦喎！屌你！哇！最後有啲示威者臨走都嗌多兩句啊，鬧多兩句啊，等等。因為現場的人基本上就已經往不同的方向散去了。現場 First Ada 都似乎 First Ada 都多過示威者，當然也都還有一些是街坊的街坊啦，譬如是穿拖鞋啊，穿短褲啊，乜都冇帶嘅，袋都冇帶嘅一啲街坊喺度，亦都有。咁啊，我個直播不如嚟到呢一度先啦。咁好多謝大家繼續收睇呢個直播啦，好多謝大家繼續關心我哋嘅屋企香港啊。咁啊，今晚馬鞍山直播嚟呢度先啦。咁今日馬鞍山一定係成為焦點噶啦。好，咁各位讀者觀眾晚安。咁我如果真係好有嘢，好有嘢嘅話，會再次開 live 啦，但係似乎唔會啦嚇。多謝你哋，咁啊晚安啊，好多謝你哋收睇呢個直播。